山里在四月十二号带着正规七级 Repagin 回归啦！朱大哥亚特兰蒂斯的音源一公开，不但成功打进各大排行榜的上位圈 ，MV 也在公开不到五小时内就突破百万点击，成绩相当亮眼。网友也大赞，在听歌时就像在喝汽水般清爽呢。而山里在2015年夏天所发行的 View 也顺势逆袭韩国音乐网站 Melon 的实时排行榜，让人赞叹不愧是拥有超强实力且引领时尚的 CD 女啊！回归直播当中，成员们也聊到接下来的活动计划。5월은사실이제제솔로앨범이나오고요그리고이제민우형드라마촬영그리고온유뮤지컬그리고샤이니팬이벤트가있어요이거는얘기아마처음공개일거예요온유뮤지컬이름뭐야태양의노래오그타이틀곡은어떤노래예요태민씨는어지금까지하지않았던중2병느낌의나도담배우중2병나도담배우사실제가이제연습을이제시작을해가지고네하고있는데열일합니다좋습니다정말지금까지했던것중에가장빠를나요오진짜잠깐한1초정도보여줄수있나요안무스포일러아니2초1초너무짧다2초포인트안무원투정도원투원투어네오그정도오네여기까지오오케이오케이네7월에키씨솔로앨범이있죠오제가정말이건진짜처음이죠제생일이또7월에있습니다네거기서네그리고이제9월에이제온영이오랜만에사실이제저희는앨범이있었지만이제온영솔로이제뭔가그개인활동이되게오랜만이잖아요네이번에는그래서온영이댄스곡으로나왔으면좋겠다는제개인적인바람예 네지금댓글을보는데그게 네있네요뭐본인말고다른멤버솔로곡부르기막이런거아바꿔부르기난이거괜찮아보이네요그러면결국형이블루를부르는거예요여기센척밖에안아니뭐대자부를해야겠다그럼대자부네나그나나나나이런식으로이렇게해줘야돼다리이렇게해줘야된다고마지막에그래알죠이거약간여기관자놀이눌러줘야돼항상여기눌러줘야돼너가화가많으니까좋아말고싫어로해看到这边各位 Shiny World 一定都很期待吧小编在这里祝福 Shiny 这次的回归大发外也期待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喽